阿弥陀佛，月山的主神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在行菩萨道，随喜菩萨的悲悯之心，巧逢这一次的瘟疫，也能够在空中跟所有有缘大德结这个善缘。墨水就将目前做的跟大家做个分享。菩萨的弟子有汉医，有中医，有汉药房的老板。那透过他们的因缘呢，捐给山上很多防疫的东西。比如说我身上带这个葫芦，这个葫芦里面装什么呢？就是装台东尼檬香茅草。我们农历的五月份在门口都会放着香茅草，它是除秽。那葫芦呢是蜡葫，所以今年呢，因为这个瘟疫的因素，我们让有到月月山的弟子，我们就送他一个除秽蜡葫保平安的台湾的原生种啊。那各位除了这样的一个防疫工作，能够让我们旁边的细菌会因为这一些香草的关系对我们有保护作用除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历代每次有瘟疫的时候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药方，由我们的中医师、我们的汉药、我们的汉药店一起来组合一个能够让有缘的大德共襄帮助社会的因缘。就像我现在手上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呢就将这个东西里面放那个香包，然后呢把它结一个，你可以随身挂在你闻得到的地方，晚上可以放在你睡觉闻得到的地方，帮助你的免疫力提升。还有呢，你看看哦，我们用这个口罩啊，我们将这个香包呢就把它折作两半啊，把有纸的呢放在外面，没有纸的直接的药方放在贴近鼻子的地方。晚上呢，我们没有用，可以把它放在枕头旁边啊。那我们出门不管人多的地方戴个口罩，因为这历代老祖先传下来的防疫的一个香包，我们可以重复的使用。你需要吗？对你认为可以尝试看看吗？本山可以提供一些最基本的让你去做个参考，若是有用的话，你也可以出个钱去汉药店买，然后请他帮你包装完了呢，就放在你的团队跟你有缘的每个大德发自内心去供养。我们要借助这一次的因缘来发出悲悯的心，让每一个需要的人因为你，他们勇敢地面对他的人生，不能因为这个瘟疫我们的工作就停掉。这样的一个理论，不晓得你会接受吗？欢迎你，我们一起来为社会努力，让我们菩萨的慈悲能够利益所有需要我们的大德。阿弥陀佛。